你看，脚底按摩的嘞，左右脚，哦，你看还有中日文，就是汉和对照，你看，日本的海和，大和民族，你看，啊，当然你看的话，那个，哦，日文的音哦，就是从那个中文的文言音，就是台语哦，读书音、文言音，然后这个手指的。